欢迎来到快乐宝贝儿卡通启蒙简笔画，小朋友们快来看，我们的土地生长出了新的果实——橙子。首先找到画面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画一个半圆，我们顺着把它连起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上叶子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画一个，这个时候我们找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画一个椭圆，然后我们再画一个弧线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画到这里，画一个弧线。这个是我们切开的橙子，切开的橙子怎么画呢？我们找到橙子的中心，我们在这里你先画一个弧线，然后我们找到它的中心位置，大概在这个位置画一个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找到它对应的下方，在这里我们再画一个弧线，然后呢我们从这里连接起来。这个时候我们找到中间的位置，我们画一个弧线出去到这里，再画一个弧线，我把它连起来。这边呢也是一样，我先画一个弧线，先画一个斜线到这里，我们再画一个弧线，一定要顺着这个边画弧线，我们把它画回去。这个时候我们找到这个，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弧线，然后呢画下来。下来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画一个弧线，画下来，连住，顺着边画一个弧线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画一个弧线，我们的橙子的线稿就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开始给橙子上色吧。